Welcome to Tidus Studio， 我是 Stepan， 可乐风。今天我跟可乐风要来玩这个恩奇，那这款游戏呢算是恐怖的解谜游戏。那今天好恐怖哦，好，今天就是来挑战这个。目前这个游戏是多人的，不是多人，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结局。那看看我们会玩到什么结局喽 ？Let's do it。第一个吗？对，第一个。吓死我！哎呀，记好了 ，C 啊！你滚轮我，你滚轮我键盘，你滚轮我键盘。好，那个你的左键。哦，好难呐，好难的，妈妈呀！那种哦哦。不要叫啦，那边有东西啦。你也不走，我要走啦。有时间欸，那什么，现在是倒数，又倒数，那什么？检视，不要动，拿好。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右键检视，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？那是水吧 ？Water 上面有什么？水瓶，那是只是水瓶。啊？怎么使用？丢掉了，没用了，再捡它，赶快跑去啊！好啦，不能捡它，滚啦！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地板那个什么罐头？检视，你们选什么吗？你好，这个人很好吃罐头，怎么开啊？没有开罐器啊！不要，那用拉的。旁边有血。我要按什么键吗？啊，滚啦，没有用了啦，这个怎么开？丢掉！这是什么？有洞，爬上去。我们在紧张什么？对，好，空白键，好，没有用了。现在还是要加。棍子，不要大声，不要大惊小怪。哎呀，接棍子，接那个，是，好，使用，是，你不用拿出来，拿个屁哦，好，都是耶，滚轮中间，滚轮中间，有用吗？没有，你按一看看，我们应该要把说明给用好的 ，fuck， 没有用，只有滚，那应该不是那个 ，C 是什么 ？C， 蹲下 ，C 是蹲下，哎，那边有一个管子，哎。不对啦，妈的，我怎么聪明啊？你为什么要一直骂脏话？啊啊啊！再来爬上去吗？可是我没办法跳跃啊，是不应该蹲。你先走，我接那个黄。嘿，我心夹北北。再来嘞。跳啊！不行，还要再找一根，这样才爬上去。再找一根是吧？用他的骨头接，拆下来。接下，拆下来，好。瓶子倒可以捡。挡住了，可是它不能移动。对，骨头，你的骨头果然可以用，果然是拿来接的。好，快点，应该是插上去吧。可是我怕它骨头等一下一就断掉了，你知道？接上看。爬去！哇，我们好聪明！我们就知道是用他的骨头。好，哦，嘿，上去哦。这个男生叫有点危险。走啦，好了。哦，那不是你发的？哎呦，是啦。好，说，哎，那什么眼球？那眼球。哦，有灯，快走啊！Come here。不是那个，那是隐形声。开走，他开走了。等一下，所以门口在上面。盒子，有东西吗？啊，他可以开吗？不行，那不能开。要是能拿起来，能放进背包里面，代表它是可以装的。小盒子，为什么会有大盒子跟小盒子？代表它没有东西。不要丢下去嘛，可能会用到。那是什么？药剂。可以看里面吗？他说就只是一个a press com， 应该这是药桶，里面没有东西啊。那继续走。这幅画，一二眼睛。啊，东西前面。是什么？哦。看一下，可以看下一页。看无啦。会弹琴的哦，会弹小提琴的羊。OK。说明结束，这不是重点。上面还有柜子，上面的柜子。
就是那柜子上面。哦，干你妹！吓你吓大了，吓到！早知道就不要叫你去看那个亮亮的东西。我们现在不要去亮亮的地方找亮亮，亮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是铁，那是铁链吗？那个门是关起来是铁链吗？钥匙，要找钥匙，要找钥匙。地板怎么？别，哦，那个只是反光，那不是亮亮。我们不要去找亮亮，应该是不会再有了。你劝打、欸，你有没有听到声？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看起来声音吗？有那个门，对，有那个门声。啊，那个，对对对，上那个白白那罐是吗？下面那个，嘿，对对，喷雾器，防狼喷雾。哎、欸，钥匙在这里啦。啊超难找的，那什么？开那个，开直接开大门。这个，其实不是开那个，是开前面那个门，应该是这个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出来？还可以跑，开了。哇啊爸 ！Hello， 去，等一下，有声音，门关起来。什么把门关起来啊？好没有安全感。走就对了。墙壁那是什么？那是比较恐怖吧？看那个干嘛？住人，有东西吗？你有听到声音吗？等一下，我怕有啊啊！先慢着，不要，先看这个门。那是你知道那个墙壁上那个幅画都有点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嗨，自摸十三幺，醉。好，看一下剑。那个不是那个不是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后面。我有符咒，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你过来嘛！过来嘛，没东西的、啊。看一下，不，这是报纸啊，它只是报纸。等一下，报纸拿一个一个拿开好了，会有东西吧？啊，有那一根是什么？漏斗。有了。我们现在捡到什么？漏斗。继续，刚刚有个东西下去了。这个吗？这是书本吧？检视一下，什么笔记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呀，那钥匙，金色钥匙。哎、欸、啊！桌上看一下那个旁边那个桌上，对，上面那个，嘿、欸、嘿，上面看不到。你那个可以跳吗？我记得脚上是可以跳的、啊。那什么？那个、啊、定速针啊。对，定速针被你当武器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拿一张纸挡起来好不好？你先拿着，你先举着一张纸，对，举着，好亮啊、哦！哇！走，就这样走。这什么科技？这什么科技？就这样走，动不了，你再检视。好，拿着哦。不行啊，你。就这样打好不好？我有这个啊，不要过来啊！挡屁呀、啊，在看那个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桌上这些有很多小东西。我等那个东西掉下去怎么死的？再说它不掉下去。好小、啊，这什么、啊？为什么你要把东西全部掉下去？怎么这样？啊，纸不拿，你纯粹被人家吓的就对了。来，举好，走。不要动，我的，被吓到！刚以为有东西站在那边呢，墙壁上有东西。还有，铅笔。哦，对，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尖尖的。啊，这个盆栽可以拿来挡啊。好啊，盆栽拿来丢，一出来就丢它。它会点。这本书好厚，快点拿起来，去武器走。Hello， anybody here？钥匙，是看钥匙。对，不是这个，它是那个一般门的那种。主角没有那个，我们的角色没有手，用力动。什么声音？哦，电。我刚是把东西。对，按那本书嘞，你吓到把它丢掉了，可以开吗？你是不是先看那个镜子会破掉？你去看啊，顺便会有东西。闭上眼睛、啊。干嘛？很恐怖哎、欸！没有恐怖，可是好暗啊！走。这样什么？什么啊？不知道。日人都不上厕所。哎、欸，灯，为什么开着？对嘛？电箱，
是不是要操作看一下哪个道具可以使用？还有两个。哦，所以是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等下，我们不知道密码、啊。哎、欸，那张纸，我现在连纸都要仔细看，看有没有年代之类的。他输入多少密码？为什么是这种门啊？好厚、哦。七啦，只有一个数字而已，也不知道他排第几个，是七吧？对，他是七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第几个、啊，只有数字一个，丢掉，好，七，七好，七哦，是七哦。可是你要怎么知道顺序啊？给我啦，拿着它就对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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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进去。这是在没有，我们知道这是七而已。对啊。在哪、啊？那不知道多少？算了，我们先放在这里。对啊，放在这里。继续走。前面那个没有走过。对，是墙面上的东西。不要不要，先不要动。地上那个纸晃晃的。对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好大、啊！一个信件。是笔啊，笔可以拿。可以啊。我只是不太想靠近了。来了，我有武器。插它。哦，他身上有东西，有管子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哦，东西掉出来了。笔嘞？擦它。那看一下，这边有耶稣基督的东西。是他解除封印吗？有劲儿。少一个，那个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少一个。什么？咖啡，走开啦！书丢掉。可以移动，那表示一定有东西在这里。有门欸，你想看书下面有没有藏东西是？就是一个厕所。雨修，你要进去吗？进去啊！我天哪！走。为什么这里会？这里为什么这里感觉有一个干净的房间呢？其实也没有说多干净。不要动，看那幅画。哎、欸，有东西，有盘子。盘子啊？在那个上面。对，那个，那就是看，对。哎、欸，这哪是盘子啊？是灯啊。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很干净。有书柜。画家吗？画家的地方。帮他削铅笔好了。看不爽的，我就丢掉。那每人的图片都要看哦。我也觉得每一个图片都要看。这是一个好帅啊！他的身份证之类的吧。嗯哼。他图那个书怎么挣钱？你想对我干嘛？博客我用。What did you want to win？ 走。不要发出那种声音。那个书。嘘。去。快走啊！这很恶心哎。什么声音啊？好恶心！不要看他啦，不会死啦，看一下而已。这个也是有。好，给你看，来，用力看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里。哎、欸，尖尖啊，不，看错。手电筒为什么不能尖？为什么不尖尖？那不能用、啊。对，为什么不能拿取？哎、欸，纸张很重要。仔细瞄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数字之类的。金色的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刚好像有没有。金色的药草用在哪里？不知道。现在反正就缺一个就对了。现在少一个那个。现在干嘛？少一个这门就开了。对啊。你看那个血迹。有血啊，跟着血迹走。可是应该是往这边过、啊。停哦，不要动哦。这里。有三个锁。扔掉一个。那个铁盘是你捡的。嗯，还少了两把金色的钥匙。走，继续走，仔细找一下。这应该就是为什么？这是真的。哎、欸，门关起来了！哎、欸，门关起来是开一次而已啊。是你开的、哦。三二一，开完就往后退的，对。不是，看完就往旁边。好，我们就躲这里。啊！
他等一下的时候本来是要吓人家，结果他看见没有人。我们往后面走好了，一路往后面走。Hello， 我们回来了。那我们这一次，因为他每一次开起来的游戏，他的地图都会不一样。那这一次，我们在这幅画后面找到这个惊人的东西，一个类似金库。于是我们想到那个圆盘。好，我们去找圆盘。北宋。对啊，东西就在这边。Holy， 等一下，那个图案。看懂了吗？下下上上，对，没有，不是那个吧？我记得是你不是说圆盘吗？它在里面。真的？圆盘在里面？对对对，那个是它吧？哎，二哎，本来是七变成二了。哎，那根管子在上面。不是这个，对，你刚刚看那个是对的。这个吗？你刚刚看那个，可是那个符号不一样啊。再继续 看他们都是三角形，欸，居然插到这里。OK， 你要洗澡吗？不要，一定没水。可仔细查一下嘛，那个上面那边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OK， 没有东西。啊，走 ，Let's go。无法使用。它需要有个东西啊，要拿什么？这里，这里那些架子上，找找看。没有东西，他需要钥匙。我们现在找到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哦，还少一个，抽屉可不可以开？开不起来，不是。再看看，再看看，看看上面有一大堆有没有的东西。哎呦，那个笔是粘在里面的。找继续，看书，看书，看那个书柜。没有，上面没有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有那个亮亮的？走，圆盘，又是圆盘。上面啊，对，不骗。一符号是长得像耳朵，What？ 长得像一把剑的东西。对。所以刚刚二那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四个方块，对不对？嗯。一二一，对，拿着走啊。先开门。哇，你要穿墙，所以只有两个吗？走。看一下我去那边，先看一下。第一个是方块，有没有？有吗？可是，看一下有没有那把剑的符号，一把剑的符号有吗？没有那就不是这里了。找到了。走。看一下架子上有没有钥匙，可能会有。下面有东西，刚刚你有扫到，在上面一点点，下面一点点，你刚刚扫到，没有，刚扫到这个吧？哦，快点放上去吧。孩子，好了，我们不要进去就好了。什么叫我们不要进去？开了就知道进去一二。感觉是一个很恐怖的死刑台。对啊。对。好恐怖哦！我觉得这里好阴哦。电。那上面写什么？过去看那个耶稣像。可以不要看吗？喷血是要喷的。要能耶稣的那个血，这好像死刑台。怎么回事？你再过去一下。啊？是什么？那个洞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十字架上的东西吗？有钉子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盘子。二？为什么又是二啊？这个。半月。我刚才是什么？二二多少啊？一二二，很好，很
这样提起来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也许可以。什么什么？那恶意是不是哦？那是日记哦。对啊。还有什么？哎，钥匙。还有什么可以捡？仔细看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个东西可以看吗？这边有吗？锤子？没有东西。这样。对，还有两把。不要再进来了，我怕我等一下又坏掉。下面那个远远的是什么？行啊，没东西了。等一下，那是香烟蒂。又来了，又把门关起来了。哦，不要开，再开可能就会荡掉了。其实里面好像有东西。就是那个娃娃而已。我知道啊，就是，那个开不起来啊。没有东西。墙壁上那个黑的是什么？左边。是，哦，是个女人，一个白鹿。什么东西啊？是吗？开啊！再一次。给你看，对嘛，就是一个臭鱼蛋，这等下再走好了。好，管他，这要跟我们走这边，好恐怖哦！你妈，乌鸡乌鸡 ，people， 植物实验室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个旧实验室，感觉是你家什么？我家哪有这么不干净？它是恶魔岛啊，那个。钥匙，还有那个刚刚你看的那一本名字，你看 ，ENKI， 恩奇，不要动，三角形，怎么又有冰箱了？你讨厌冰箱这东西？圆盘，不是，那不是那什么？好，我们要去开始看看那个有声音。对啦，上下什么？下下上上。嘿，哪个下？那个是用转的吗？打算去看也是那个啦，跟那个书上面不是有写的？那是点顺序还是点顺序？旋转？点顺序啊。那个先生，他是从左到右看，所以是七号，左边下，右边上。啊，反正不知道在哪。很讨厌欸，然后不要把我关起来。好，反正现在我们开始背这个，等下再开哦。好，下下上上啊，下下上上 ，OK、嗯。我怕我出去又 bug 了，不要倒着走好了。OK， 没有。谁啊？水流那么多，浪费钱。你要什么面具？OK， 下上，那是旋转吗？下，你点点看嘛。是那个下、哦，不是，按错，它是什么？因为按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按，不对。下上，等一下，从左至右的顺序是那一个先，左下角那个先，左下角对，再来是那一个。对，再是那个，然后再是都没有。你好聪明，哎，成就解开了。好了，进去了。这是什么？合龙锅炉。我的电灯。先在这个桌子锁一下。我先等。不要动，先走。哎呀，你可以仔细看啊。哎呦，硬掉了。不对，还会动，还会亮哎、欸。岩浆吗？好像是某种召唤仪式跟某种，虽然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还有，耶，上面那是什么啊？鞋啊！等一下，那表示这个楼上哦，不对啊！我没有看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可以看吗？
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马上开下一个门？你先把这里，哎、欸，盘子。几号？七，七是什么？飞起来了。无限方块。1227。方，哎、欸，书可以看。盘子上面。OK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它有五个。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方块，现在上面，它上面第一个，这个是我不知道几号，这个是二，那个是二，这个是七，啊一嘞，一在地上好像被你丢到地上，还是在里面，在那个房间，对，这个房间里面的那一个，它是几号？应该是二啊，它是二哦，所以想想看哦，二，我们有找到一吗？他是二，我去看一下就好了，先把它带。可是那些盘子，地板那个是吗？我们刚刚有一个盘子是里面呢，二里面半月的那一个盘的那个，你丢到哪里去了？那我把它丢进来，地上吧，还是把它放回去物归原主？先没事放回去嘛。你放哪里呀、啊？我今天要把它带出去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？对啦，看一下，有太暗了，看不到啦。哦哦。哎、欸，他不是、啊，剪错了啦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地板啊，看看有没有被。不是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看一下地板嘛。旁边呢，那是药品。不要乱丢啦。哎、欸，真的被你弄丢了、欸。反正只要七七除1227就好。我不确定哦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找到。一把剑的是一。带回去。他不能跑，他跑会累。没有啊，按照顺序摆。他剑是一。哎，你再前进一点。一半剑是一。那个无限方块是二了，哎、欸，没有无限方块那个哦，有无限方块，是找不到这个而已啦。嗯，所以一码目前是它是多少？二是多少？这是二吧？我们刚有看到七嘛？二，哎，所以是这个没看到了啦，是这两个。那我们就直接用猜的就好啦。是多少？二，它是二。那方块是二，中间是一，2217，2217不知道多少，好，开始猜。没有开启这个东西了，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东西啊？我们是拿什么找？很像水的东西，看厕所有没有？很像水罐的东西哦、喔，很像水的东西的。那这里没有，不见了，找一下呗。不见了是不是？应该是在这附近而已，它那个东西不会很难找。227，不知道多少，最后一个可以用猜的。走了，走，那我要走。会在那里？我们好像上一回我们是捡到一堆有的没的。地牢不能。金色钥匙第二把。第二把的金色药，哎、欸，你随便捡捡看呗。捡的话，它可以放背包啊。对，它可以放在包包。第二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转过来？哦，钥匙。对。好，走。这个架子呢？用灰缸了。啊，快点，插下去。后面又是一个新的地方，墙壁那边墙壁，哦，不是血迹耶，有火，那表示有人在。你妈在啊？哦，女生的，喏，那是她的尸体。安安你好 ，Oh my god。我们刚刚听到十字的声音，就是这个声音了。
所以我们要把这里的引擎关掉吗？还是破坏掉？这里面一定有很多东西。这是他的证件。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男生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下去。看那个火焰，没有东西。地板，地板，地板。找到了。最后一个盘子密码是五。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一个类似像电的东西，那个是那个什么？有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五。所以是二。Go。三十六。三五。三四。拜托。你可以用跑的嘞，他在喘啊！我知道，我对啦，就你了啦。等一下，密码没有，想想看了看了，二一，然后这是什么？五吗？二，你有一个二和七，二一，他那个不是二一一五七啊？快快 ，Enter。21257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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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好难哦，可是很爽就对了。哪里爽？找东西啊。确实啊，可是还是输啊。好，再挑战一次，挑战一次，再一次，仔细找这东西，每个盘子嘛，然后还要再找一杯水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地方不一样。结局啦，被揍了，被揍了。所以是从后面来是吗？他不是说结局有不同吗？对、啊，每次结局有不同，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就是。我们上新闻了，就是 New of the World 新世界新闻，就是反正就是世界大头条。TSC